饭店美照片很大，高级别墅变鬼屋，看起来很不错啊，四个人住啊，它只要2000多块，还有房间哦，它有游泳池啊，四个人放下去大概就满了。包栋别墅，一个晚上就是3万多块，外面杂草丛生，里面还都是死蟑螂，有一间房间是反锁的，不能进去。搜寻其他的网站都写鬼屋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